阿弥陀佛是怎样的一尊佛？一，本愿成就的佛；二，超世本愿的佛；三，名号度生的佛；四，光寿无量的佛；五，久远已成的佛；六，方便法身的佛；七，实相唯物的佛；八，不可思议的佛；九，诸佛共赞的佛；十，光中极尊的佛；十一，佛中之王的佛；十二，代表诸佛的佛；十三，法界藏身的佛；十四，大慈大悲的佛；十五，不请之友的佛；十六，呵护众赞的佛；十七，纯孝之子的佛；十八，视众如己的佛；十九，惠利群生的佛；二十，为大师主的佛；二一，救度众生的佛；二二，救世法王的佛；二三，救度地狱的佛；二四，主动救度的佛；二五，平等救度的佛；二六，急救溺水的佛；二七，代众受苦的佛；二八，以身为属的佛；二九，召唤众生的佛；三十，不病众生的佛；三一，为作大安的佛；三二，不生不取的佛；三三，机法一体的佛；三二，一正一体的佛；三五，明体一如的佛；三六，光明名号的佛；三七，名义不离的佛；三八，光明遍照的佛；三九，唯色念佛的佛；四十，光明无碍的佛；四一，光喜三普的佛；四二，身心无碍的佛；四三，清净增上的佛；四四，临终来迎的佛；四五，诸佛正成的佛；四六，始凡入报的佛；四七，令众成佛的佛；四八，现往东方的佛。